夏导，我不干。嗯，你没看见我在开会吗？啊？又怎么了？我来咱公司半年了，我才发现，咱公司100多个员工，那全是女的，就我一个男的。那不好吗？好什么好？那每天早上上班，他们轮流给我准备早餐，一准备就是一桌子，中午6、7个人说要喂我饭，这什么情况这是啊？那多幸福呀！还幸福呢？晚上下班10来个人要送我回家，说我一个人不安全。你说我一个大男人有什么不安全的？我说什么也不干了啊！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。就是。哎，我这不是想让大家都关心关心你吗？我关心什么？反正就是不干了。我找了个厂子打螺丝，就全是男的。那这般幸福都不要了。这是幸福吗？这是关心吗？那就连你，那我周末我休个班，陪你看电影，我都快撑吃软饭了，说什么也不干了啊！你话怎么那么多呢？我要是不跟他们说你是我男朋友，你觉得他们能那么照顾你吗？春的颜色不走进秋季，有些爱情究竟不计季节。